化的神，你做緊乜嘢？我想飲紅酒啊，但係我同支紅酒有一個走勢嘅距離。簡單啲嚟講，我冇開瓶器。哦，簡單啦，嗱，用呢個咪得咯。嚇？嗱喺呢度咧，暖一暖嗰個咧酒同嗰個木室之中間嗰個 space， 就是因為個火咧，就會暖到個 core， 個 core 咧就會慢慢升上去。就點解咧？就是因為冷縮熱漲啊！跟住係咪就可以掹出嚟噶啦？倒個酒之前咧，你就俾嗰個樽咧 cool down 先。哦。因為個酒下面呢度咧其實唔熱噶，摸到。是喎，係純粹係呢一個位置，所以個玻璃有少少，所以你等佢凍咗，你先倒。好，明白。